我们第一次见面就这样，不太好吧？没有，请。这怎么只有一张床啊？今天只剩一间大床房了。你不会是什么坏人吧？怎么可能？咱们微信聊这么久了，你还不知道我干什么了？喏，我的名片。哦，你渴吗？我给你倒水喝。我才烧的水。万一你在水里给我下药了呢？怎么会？要不然我自己先喝吧。开玩笑的啦，我现在不渴。你坐一天车应该累了吧？要不你先去洗澡。啊，好，行，你坐一会儿，我先去洗澡。嗯。我来到你的城市，总会来生的街。渴了吗？喝杯水，我也去洗洗。